欢迎来到龙骑士学院。是前来报道的新生吗？你好，请出示入学通知书。最近出现了好多猛物，快快赶走他们。谢谢你哦，你是新生吧？竟然这么厉害，擦上药顿时感觉擦上药擦，看不出你还是个心灵手巧的人呢。炼金科学部的药。元和在那边，得想个办法过去才行。对了，之前莫特应该就不会被发现了。那两个人类呢？喳喳，被我们吓跑了吧？哇，终于消灭这些魔物了。最近学员，你又擅自行动，是不是到混沌？拉菲尔队长，没有啦。有位很厉害的新生们都在挑选龙蛋，你们却在这胡闹，没时间了，快齐上坐骑去挑选龙蛋吧。坐骑选的不错，可以在空闲时间阅读一下龙骑士学院的坐骑指南。这里是速龙快递的快递站，负责运送信件和包裹。这位同学，你迟到了哟。其他新生。你的龙蛋就在里面，快进来吧。其他的龙蛋都被选走了，只剩下这颗，它已在此存放多年，从未有人与它产生共鸣。调皮的小家伙，快抓住它。小家伙累了，快去尝试与它共鸣吧。天呀，龙蛋竟然与你产生了共鸣，他选择了。这是我见过最特别的龙蛋，或许要用特殊的方式才能将它成功孵化。
蛋被魔物带走了，是你的龙蛋。利用空中优势，仔细寻找一下龙蛋的位置。下不。有趣的家伙，我记住你了，嘿嘿嘿，我会再回来的。最近魔物越发猖狂，差点忘了。哇，我们终于突破试炼了，太厉害了！你是共鸣了最后那枚龙蛋的心声吧？这是枚特别的龙蛋，你可一定要照顾好它呀。想必你是来询问龙蛋孵化的事吧？我很……拉菲尔队长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来到我的故乡空之圣地，族人们就是在这里守护龙岩精。这就是我们的族长啦。族长大人，那边似乎有什么声音。奥瑞奇，看着。那是魔物。神将守护你。龙吼，龙吼西兰。前面就是时空裂缝，龙魂晶石就在那里。幸好拉菲尔队长及时释放了帅气的龙吼。